为讲紧咧，当地单位都为苏民众发彩金来分享基地。今日平东潮州军工所处老年猫群上，用温藏品潮州金凤从树夹来团圆哥哥，总共就六组猫群上嘅草鞋，也写紧来消息。第一年的时候，哦对对，第一年，第一年的时候，第一年的时候，还有个是杯垫的、啊，我忘记了，我每年都不一样啊。车主郑总冯明光同其妻女所做嘅新年红包，从店铺中央一个一个拿出来，有木雕嘅金门雕牌，有黑色嘅雕桥，还有今年新设计嘅车主金王松树架。本期请我呢车主嘅抢眼，真有创意。我想我们的设计哈，不仅是应景，哈，当然要美观，当然要实用，生活上都可以用得到的。我想差不多证明很多人的创意。车主金王松树夹一共有六种价位的草型，请等一下的草型也不能证明抢断的首饰。假如哈，因为每个人可以只能够拿一个啦，假如你能够收集六种狗的话哈，我想镇长这边会有特别奖给你们。今年批哈戊戌年哈，推出瑞犬迎春五福临门的创意红包，希望大家年初一哈来中义亭到竹田茶站。昨天向公所今年来准备的，特别有五个圆圆角的假色红包。公所表示，也是明年过年提中一次而发送的发财金。今年以五个圆，是用好多花的便宜讲有缘，希望向国际晚上买进的昨天，做得同大家人引来引有缘分。下个新闻，潘胜邦评论报道。